欢迎收看饥饿游戏。有着浓浓的乡村味，我们来到了宜兰了。有没有发现哦？这四周围啊都是乌云，但只有我们录开场这段这个地方是有太阳的哦。哎、啊，我现在太阳等于是在抓赖耶！你现在拍天上哦，对，就只有这一块。我们这一圈是有太阳的哦，旁边都是乌云。你看，老天爷对我们多好，对啊，是不是？哦，虽然宜兰是个好地方，我先来介绍我这边来宾，我们欢迎郑田玉兔唐崇盛。Hunger。随意介绍就好啦，随意呀，很随意，不要随意介绍。我曾经随便喝酒，你来三个钱，两个钱这样。系啊，我想你要加强你在演艺圈的印象，你以后出道就唱歌的时候就是帅。好，那我们今天都穿上了追加装，到了宜兰来，我们要做什么呢？宜兰农业非常发达，是，所以要进行一个主题，叫做。虫虫危机之除虫大作战。你算是要除我？要除我？是整集。今天我们会秘密的将你们分成农民跟菜虫两种身份。但是你们当中有三位的身份跟别人不同。意思就是有三个菜虫。目的是让每关获胜者可以获得菜虫的资讯，跟少量的美食补给。最后获胜的一方可以享用一整桌的大餐，还有进入奖金挑战赛。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农民们要想办法揪出菜虫。菜虫知道自己是菜虫，大家不能自己知道。自己知道。好，现在请各位依序一个一个来看你们的身份。一个一个哦。我跟你讲啊，他们这个哦，每次他们就分配好，有哪三个人可能是间谍，是菜虫。那按照今天的这个状态，我个人觉得他们一定都把菜糖分配在很精明的人身上。可是菜虫是不是互相不知道谁是菜虫？目不知道，目前还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菜虫啊？菜虫就是六杯菜。然后如果有洞的话，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就里面可能会有菜虫。斗笠里面有没有写菜虫两个字啊？我看不懂。哦，哎，不好意思，这就是一种精明。对，这是有各位注意。对。我觉得陈水义蛮有可能的。我跟你讲，陈水义很聪明的。那他怎么装成这样啊？就是越聪明越装傻的人，那个叫大智若愚。好了，大家都抽好身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第一关抓菜虫的场地。哎呦，我们来抓菜虫 ，Let's go！ 哎，大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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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烦啊！是关主，关主，关主，你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啊。你们好，我们是关老爷休闲农场。那我们最主要是以农村体验跟活动 DIY 为主啊。我们有那个竹筏跟秧桶船，然后还有我们的草冰。秧桶船没听过哎，秧桶船是什么？没啊，秧桶船的话，它最主要就是农村妇女然后带着小朋友下田工作，所以他们必须要把那个装着秧桶的东西。然后里面放秧苗，特别是放针草儿，小朋友也要进去，因为他们要一起玩。哦，小朋友跟着农村妇女下去一起种田，带小孩。他小朋友跟秧苗都放在秧桶里。对对对，会不会插错了？他小孩。小孩长大，所以来的时候，在等三个月之后就有变四个小孩。对。跟阮的鹦鹉讲呢，阮是住海边啊，即阮叫做树林口。哦，橡皮圈，橡皮圈，这个屁股的来练啊！啊，我今麦无想要怎啊，你去看大戏啊？我俩不是要在，不是要在，你我们没有管你老杠老杠，因为我来宜兰，我是看宜兰的，我是看到这我足亲切的，因为我做教员的时阵哦，我好啦好啦，我就是姐姐。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大姐喽。因为观众在还没录之
前，然后工作人员就说，哎，那个大姐妈妈，谁是大姐？好，来，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好，待会我们会分五队，然后每队的成员是一男一女，会分成男生组跟女生组 PK。在这片养殖池，听完题目，听到哨音就坐着这个央筒船往前滑，浮标是终点。根据名次决定回答的顺序，然后每回合会有一位逃出，然后率先全组逃出的前两队获胜。那我们根据战力已经帮你们分配好一男一女的队伍了，就是你们分配的，听完之后觉得很合理。上街，你这个，哎，你长青，我跟你讲，这个丢吗？这个歌手比赛叫做长青组诶，长青组，所以你自己长青组，你好意思把人家拉？他就是因为不破啊，所以 YouTube。你们真的很会分这个。但是如果以这五个女生来讲，她确实是长青组了。没错，乐林乐林。好，来分好队，就是就位。OK OK， 来各组就位。好，我们现在都是由男生先出发。啊，那个重点哦，还不是滑得快，当然是一个重点。但当你到那边答错了之后啊，你还是得要第二个顺位可以有机会可以答。准备喽，第一题，请出题。请问这是哪一首歌的前奏？挪威的森林。二，浪人情歌。三 ，Let's Dance。四牵挂，五被动。许梦辰，你搞得我全湿了。加油！你那么难。哎，我船进水了，好酸哦，要命！哦，好酸哦，手，好酸哦，超酸的，真的，好远哦，好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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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手要断了！啊，我手要断了！第二个位，不要动！不要泼我水啊！第一顺位，孟哲回答。好。前面什么挪威森林什么那些的不是。啊，我用三句法。杀人太宠，身份成谜，农民们个个人心惶惶。你说你是好人坏人？我是好人。骗人。你是好人坏人？我是好人。因为有两个人连在一起，因为两个人连在一起，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杀了另外两个。我都好紧张，会不会其中有一个是会杀人的？你们两个，我真的猜不出谁是菜虫哎。不是，先我们先大家先冷静。对，先冷静，先冷静。我知道有谁。我知道有谁我可以杀。究竟菜虫隐身在哪里？农民们能找出线索，成功除虫吗？三位，孟哲回答。好。前面什么挪威森林什么那些的不是。啊，我用三句法。第三个 ，Last Dance。恭喜答对。耶！白滑啦！哦耶！孟哲逃出，啊，其他还要再滑。哦，这个好累耶，这个好累耶，这女生滑不到这边吧？好，这个游戏已经很明显。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一直没有办法过关的话，就一直得滑这个船，滑到五组分出胜负。如果待会的状况是玩了五次之后都是各队只过一个，哇，那真的很累，哦，那就会死人耶。没有，今天播出就到此结束，只有一关而已。好，第二题，请出题。请问第31届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得主是哪位呢？一，王若琳；二，梁静茹；三，邓紫棋；四，梁乃文；五，魏如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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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猛哦，哎呦，好厉害哦，他应该会对了，才刚刚结束而已。第一顺位，哇，叶心第二顺位，好，哇，好帅哦。第三顺位，来第一顺位，拜托请回答，拜拜。答案是魏如萱。好呀，恭喜答对。好，现在第三回合呢，四位男生已经就位了，但因为刚刚我已经得分了，所以呢，我现在就站在旁边观战。然后我刚算过，最少我们这个游戏要玩四次。那因为滑这个真的太累，我觉得你们大家把体力留在后面，不要那么累。对啊，这是我良心的建议啦。好了，都准备好了，请出题。宜兰观光农业非常发达，每个乡镇几乎都有休闲农场。请问，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宜兰的哪里呢？一、五节乡；二、壮围乡；三、礁溪乡；四、宜兰市。你不要动我！哎，我等一下来，我要回你回来，先保留体力。我的，那你不如先。我来不及了，跑！哇，好累哦。正在忍苦，正在节制。那这样是泼水的，那我一定输啊，人不一定知道啊。我没有泼水，我是什么前进呢？第三顺位虫哥，好，可以回答。壮围乡。拿的。那我宜兰人嘛，派水啦。耶！很孤单吧，都没有人帮你接话。耶！哎，可是虫哥好湿哦，你怎么会湿成那样啊？这个比赛大概真的是无限战争，就不知道玩到最后到底是要玩几次。哎，不是你讲话，他讲话像不像你队友嘞？来，下一题，请出题。请接唱下一句歌词，一共有八个字哦。音乐一停就开始冲刺吧。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答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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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何必？何不一样？你加油！在等待一句我爱你，我愿意，我愿意。恭喜答对。Yeah！ 好，那这一组赢了。Yes！ 好，现在战况非常激烈，因为男子组呢现在剩下三位参赛者了。好了，第三，这一题请听题目喽。为了纪念宜兰的伟人，请问国道五号又被称呼为一吴沙高速公路，二蒋渭水高速公路，三王仁甫高速公路。
答案是蒋渭水。恭喜答对。Yes。现在剩下三位女生了，然后呢，这个真田，还好关心你的队友，我已经看不过去来帮你推了，他已经飘到很远了，我看不过去了。现在状况是真田还有饼干，其一只要赢了，这整个比赛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另外他们两个的男生都是都已经过关的状态。然后呢，谢欣这边跟随意哥，因为一个都还没有过，如果你赢了，就是会再继续。所以不要赢了，你放弃吧，好不好？来，请出题。宜兰有一首知名的民谣《丢丢童仔》，请问这首歌的背景是搭乘什么交通工具进入山洞呢？一、火车；二、牛车；三、三轮车。哇，很激烈！呢？一、古亭国小；二、成功国小；三、公正国小；四、宜兰国小。答案是什么？忘记了哦。答案哦，可以再念一次吗？不行，不可以。公正，朱大队，公正，朱大队，公正，耶！可以吃东西，还有线索。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它是炒冰啊，谁说炒蛋？很像炒蛋。那他们吃的分量是什么？一个人一碗，一个人一碗。它这个原理跟大家讲，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冷冻柜。然后呢，你只要把果汁倒在这上面，然后慢慢的炒，然后就结冰，有没有？然后你要开始炒，有没有？对对对，看好这边，看这边。对，然后这个开始炒，它就慢慢的结冰。人母先弄一碗，人母先弄完一碗，再炒。很好吃哎，我倒一个太多。不会。哎，其实蛮好玩的耶，很好玩哎。对啊。啊，好喝。先把它抹开，这样好。哎，我要阳明国际才对。
因为这个其实啊，它就跟冰淇淋一样，冰淇淋要放非常多的奶油，对不对？而这个不用，这个就是果汁，我们这样炒完，它吃起来很香啊，我跟冰淇淋很像啊。我那个没体验，我擦才擦三十分钟，你我擦了冰。哎，我觉得你们两个不能睡在一起耶，你们俩睡在一起像两个阿伯去在聊天耶，你们别听假的，我们在录影呢，你听假完，你们听线索差在那边。是的，我刚刚，而且节目的年龄层马上往上提升30岁。我这边那种要不给差一加一差彩。对啊，你们呢？所以我们获胜的人是可以听线索的，四个人可以一起看线索，一起看。是线索，所以是菜虫的线索，所以它都是一，代表三个之中有一个。我觉得是孙协志，因为孙协志他一回来就开始撇清关系，以往孙协志回来都不会那么急着要想要推给别人，他一回来说，我觉得哈，聪明的人哈，就是呢，今天他已经知道是谁了，先开炮的，他就开炮了，他一回来他就把他公事转给别人，一般正常人回来他不会转给别人，就看到就哦我自己在，可他就马上一直在转，就带风向。哎，人我们都听得到哎。你说一般正常人回来的时候，我都不会。要不要一起讨论？好，你们要。哎，不是，你们就算。你们四个就算听了线索，其实你们四个刚才的分析跟谁听谁讲的话都不见得准，因为你们四个人里面就会有可能就混合着菜虫跟农民，所以谁在倒风向乱倒，或者是谁在避险，这个都不知道。后面大家就慢慢知道啦。但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刚刚的线索只有一个，很笼统吗？很清楚。清楚，很清楚，清楚，很清楚，很明了。我们，可是我还是不太清楚是谁。啊，你很清楚，很明了，你又不太清楚是谁。哦，但是提示不要跟你讲啊，我们心里有底就好了。提示不是笼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我干嘛跟蔡崇讲什么提示，对不对？因为一般他们来给提示的时候，第一个提示都会给比较笼统的。可是我们刚刚那个提示是很明确的，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后面两关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拿到提示。对，因为他的提示其实是很清楚，对，很清楚。宁静淳朴的宜兰鸭寮竟然出现了偷蛋贼啦！来哦来哦，跟我走跟我走，你看，感觉很奇妙，对不对？哎，他们去哪里？这里很多坑，我等下会被鸡啄。人骨啊，你袋子是什么？我袋子里面有一些鸭蛋啊。你现在偷东西哦！哎，为什么你那么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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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移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充满着泥巴的地方，这个是真正的农民生活。是的，对，因为我们刚刚呢体验的是他们带小朋友到田里面的时候呢要陪小孩玩的游戏。是，对，现在我们可能就要真正体验到农民真正的插秧生活了。给他们这个泥插秧是寸步难行。对，哎，我就觉得我看人家插秧好像没有这么辛苦哦，他们都插很快，这样走走走走。没有没有，插秧很辛苦，全规用那个阿妹，你现在都爱多铁路哎。你不要太急的，他会聊的话。对啊。好好好，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哦，基本上是农地啦，对不对？这边是插秧的地方，那我们要做什么？休耕的田地。休耕的田地，一样是分成五队，一男一女的组合，同时进行，一位队员站在起点。另外一位队员站在远处的一个地方，哨音一响之后，从起点跑到队友处，互抱，转十圈之后，回头来拿中间的蔬菜抱枕，然后再回到起点丢入这个菜篮里面，就算获胜。只有进行两回合，取两队，上一关获胜的两个女生可以重新挑选男伴，看你要不要换。哦，好好哦，好想看。你不是获胜的，没有我想谢谢，你不要错估形势哦。你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你搞清楚，这个泥巴这种泥泞地哈，要身材越轻越小，它越不容易深陷下去。对，你要记得哦，这个是老的有经验哦。对，从小就在这种农地长大，所以 Musa 跟谢欣可以来选择，对不对？好，那你们要选。先。我要不要换队？我不换。
从小就在农地里面打滚的，他走这种路可轻松的嘞。内行的敬大官的，加油一条路有一包的。好，所以谢欣不换。我不换。来，你说要不要换？我觉得你可以换。你想把我换掉？没有，他就是想。我说你可以尝试不同的人搭配一下看看。哎，他刚刚看你走过来，他觉得我想要选彤彤哥哥，可是他好像不想要我哎。没什么，今天还有其他的，你还嫌弃人家？不是，不是，我没有不想要你，不然你走过来跟彤哥说你要跟他同一队。哎，我可以换。哎，你刚刚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他刚刚在那边站了将近有两分钟，这边我是很，拔不出来哦，拔不出来。其实你可以选孟哲哥，孟哲哥他可以帮你拉，会拔萝卜。你如果要选崇哥，崇哥也不能拒绝你。如果翻我的牌，我就是跟着你走了。崇哥，崇哥，慌他整天了，知道吗？那我就狂宠。那好，那我先去换衣服了。严格讲起来，就是只有 Musa 到崇哥这一组。对，哎，所以其他组不用再重新选了。不用，哎。啊！为什么不小心爬出来了？不小心爬出来。啊！我是怎么样？你不要再爬我的人也是我吧？还是饼干。好，所以呢，现在分组都已经分好了，各组请就位。好。我们五个男生要走很远的距离到那边跟女生会合，那我们就听哨音，第一回合就出发了哈。好，哦，这个感觉会很累耶，很累耶。听哨音，预备。不算，果然啊，随意哥老当益壮，果然厉害，对。
他们这一组最后抢到了那个三分之二支的花椰菜。然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的队友啊，这饼干你不是白踢吗？不是，我也记得你是白 T 恤啊，我记得。我看一下，接下来换女生来跑，看你们了。接下来就看女生的速度了，预备。Lisa 加油，很好，慢慢，稳定，对，很好。快的，身体很快耶，不错 ，Lisa。想象不到，哎，女生蛮快的。拉好，对，脚尖，脚尖。糟糕，你看我有饼干，我到底怎么？不要跌倒，站起来。饼干可以用来逆的，也可以用来爬的，好用爬的，用爬的也是一招。不要爬，爬一下慢。你梦泽第一圈就卡住了。拉起来，拉好，先拉好。快点，来来。好，一。快点，快点。救命啊！你看你救命啊！加油！快，拔快点！加油！加油！你看你救嘴啊！你看你救嘴！加油！老大哥！快！快！转圈呐！我起来！来不及了！这一关实在是太猛，我刚刚有好几度在跑的过程是整只鞋翻成这样，因为它已经粘在土里面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经过我测试完了之后，我觉得宜兰的土壤啊是非常肥沃的，因为我在这个水当中，我感觉到满满的铁的味道，它应该含有丰富的铁皮、矿物质。大家都拼命拿，我掌声鼓励一下。那么获胜的是绿队还有红队，是的，刚才有重复的吗？哦，铁心，长金组啊，他们两个长金组从获胜哎，哇，那你们会有两个线索哎，拜托我，这次是很会看人好不好？你们还有什么？哎，你中风了，你中风了，中风了，中风了，快救他！陈随意，陈随意去听线索没有用，他本身就是菜虫啊，我也觉得。会啊，嘿，没话说了吧？你我拄只，哎，你看我的走，我的走是咩？陕西哦，好快哦！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是菜虫对不对？啊，这样子啊？你就承认吧。等一下，看线索就知道。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有。那我发现有两只了。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哎，我觉得啊，从我们身上有没有衣服弄脏，你就知道他刚刚玩游戏投入的程度。你看，女生没有弄脏呢，我们就也就算了。男生哦，每个都已经脏成这样，有一个人好完整哎。哎，为什么我比你还要脏啊？然后我目前还很在意，说等一下我头发会弄脏，我头发会弄脏，还有偶像的包袱。等一下，大家不觉得现在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公平嘛？对不对？我们就替孙贤健，哇哇哇哇哇，这样啊！恭喜啊！太开心了，哈哈。我那他们的美食呢，长什么样子？是什么？哟，少量美食，这是什么东西？也不少量啊！糙米饼跟豆腐乳，糙米饼加豆腐乳，哦，有没有吃法哦？米汤哦，糙米饼，啊，那有出菜汤，我觉得怪怪，感觉骂脏话，脏话，对啊，怎么就糙米饼？糙米饼，糙米饼，糙米饼，然后你顶管呢？豆腐乳爱小可爱抹贵，哎，爆米汤就胖的，对啊，爆米汤啊，对，又胖的。哎，怎么随意哥？你怎么看起来就像是街友有没有？然后我们现在那个过年前那个尾牙就请大家包，你就是来领补给的。还包什么？哎呀，我变名，我早早的一年呢，我一张就一年华丽的回来。为什么他讲话？我大概三句里面，我大概只有听懂几个字。这辈他几年啊？你落过没啊？都我不会。啊，你人卖烂条条的好啊。啊，我全部跟那个手表，我老公叫你提去。啊，你烂条条，我就提袂叮当啊，就一定要给你带咧卡。好了，恭喜四位可以吃到东西。但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会有两个线索的耶。对啊，长青组有两个线索了，要命了。一哥根本就没必要啊，谁一个？当菜糖要那么多线索干嘛？但他可以知道谁是农民。事情你干嘛一直说他是菜糖？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啊。这一关获胜的可以看两个线索。为什么？那我们第一关是白努力，我们第一关也很累耶。越来越多。那我们在这边偷听线索。
正他们会讨论嘛。对，因为随意哥讲话超大声。好，现在这是线索吗？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线索。他比较像新马的朋友，这什么线上？哎，这搞不明，这个男的，所以这样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男的，所以暂时也不是来上节目，代表他不是主持人，是来宾。我一打，头发又变太小，你敢不敢直接来？我不是啊，你嘛不是啊，你拢不是啊，不是，你头壳讲那个，头壳想说啥？讨论又变太小声。好，我们大家心里知道就好，心里知道就好。他们在偷听，不然听在听。哦，那都两个字啊，饼干吗？饼干，真甜，信心。哎，你们可以先拿线索，再慢慢讨论。我们很冷呢，赶快看第二个，看完慢慢讨论嘛。所以他是，我是觉得这比较关键。他不是第一次来，对的，就是有再掉一个，所以你是不是？他的提示都几乎都每个人都有，所以第一个线索比较好。第一个线索我觉得应该第一个线索比较好，可是跟第二、第三个没什么关联。对，所以你们要想哦，二三搞不好就是另外一个人，各一个人之类的，对啊，另外一个喽。我们觉得是现在已经有两个出来了。对对，已经有两个出来了，不在你们四个里面，不在。不好说，那第三个就在这啊，不好说。不是，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很笼统，我觉得都套用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那你就跟我们讲嘛，如果是这样这么笼统化，因为我们重点是今天哦，不敢分享的就是蔡虫。为什么？因为蔡虫他怕被抓到。那你先跟我们分享刚刚第一个。我刚刚第一个，我的线索就是三个主持人之一，三个主持人之一，三个主持人之一。你这线索也太明显了吧？我给到这么明显，你会紧张哦？有讲跟没讲？谁会紧张？你们给到那么明显，谁接话谁紧张？不可能，不是啊，给三个人组织之一，你等于一个线索就砍掉七个人呢。对啊，那真的第一个。那你干嘛不讲说，比如说年纪在几岁以上，或他几岁啊？不要不要针对人的年龄做攻击好不好？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人家好不容易活到这个年纪的。好嘛，那你们线索是什么？就是你的就对了啦。对了啦，好了，我们再看一个。啊，其他那些线索其实都。都凑不起来，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有一个男生出来了，然后一个女生。哦，出来一个男生，出来一个女生，太难了，太难了。好，很难猜。那我们就洗澡啦，洗澡，前进第三关。我一直觉得人夫哥是，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都两个，就是不是那两个妹妹，应该是玉兔。我目前知道一男一女嘛。一个是三个主持人移动起来啊，我是觉得人夫比较狠，对。目前为止，我觉得鞋子的可能性很高，因为我拿到的线索是三个主持人之一，然后呢，我自己也知道我不是嘛。刚刚那一关结束了之后，我讲出说是三个主持人之一的时候，鞋子反应异常的大，说怎么可能会是这种线索？怎么有可能？不可能啦！这种线索，那这样怎么玩呢？这样就已经知道了嘛。所以他的反应有点太大了。然后呢，再加上他的前面又急着带风向，这两点，我觉得他今天是这个蔡虫的身份的比例，大概我觉得有九成。我刚拿到两个线索嘛，一个是说他女字旁的他不是第一次来饥饿，所以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如果是这个线索的话，那 Musa 就被排除了，因为他第一次来。我觉得谢欣刚刚的反应有一点点像，因为一讲出来的时候他好像有点停了一下，在想说要怎么样去分析，但是又可以隐藏自己。然后三个主持人其中有一个叫蔡虫，不是我啊。哇，这里面好多鸭子哦！哎呦，鸭寮，鸭寮，哎，我知啦，鸭寮啊，我住囡仔，我就拢有鸭寮大汉的。你准备要什么？立马进产，立马进。
起相当差一样的浓甜蜜，所以他为什么不分开吗？啊啊，还有啊，他鬼面不讲的。就是吼，他这个就典型，就我们提到什么到哪，他都说硬要扯，就跟他有关系啦。我今天从小的哦，我现在人的一个招牌就是尬聊了。对了，就是什么都要聊。不过呢，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压聊啊，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请。县长来帮我们解说一下。还有，最近都是最近都是县市长来我们节目，我们都把手掌起来了。是是是是，欢迎县长，还有县长好，县长好，县长好，是我们的宜兰县长林芝庙县长，是林县长，好。贵宾好，三位主持人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宜兰。宜兰县因为有你们的到来，倍增了很多的光彩。宜兰好山好水好环境，真的。那今天县长来好像有特别的目的，对不对？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对啊，宜兰县呢有52家的这个优选的这个休闲农场，啊，其中呢12家呢是经过了政府的认证，非常优质。哇，啊，内底有刚刚五家的嘛，有，啊，毛住宿啊，露营啊，体验啊，可以体验教学啊，对对对，还有呢这些亲子活动啊，全家都可以带来啊。哎呦，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鸭寮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喽，对，这个也是经过优质评选过，有鸭寮故事馆也是经过优质评选，你看我们阿杰。赞啊！哎呦，而且天然野放的，对不对？然后进去里面可以知道整个宜兰养鸭开始的故事到现在，一直慢慢的演变，然后包括我们宜兰最有名的鸭赏，对不对？怎么的制作过程在里面都可以知道。镜头夹，大家这回来这边来得快的哦。谢谢县长，好，阿兰今晚要进去，既然来到这边，我们就体验一下养。OK，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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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鸭养鸭，大家都有这个吧？哈，有饲料，里面有饲料等一下，哎，一个饲料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感觉啊？就是你要这样撒，然后就可以放掉。我以为是要叫我们抽蛋呢。会不会有捡到蛋呢？可是这个大小其实也可以装一只鸭哎，还要直接抓一只，一人拿一只。好，走走，喂鸭 ，Let's go， 鸭回家养。嗨，来，我拿手上是拿手上是 OK 的吗？哎呦，哎，有几只鸽子跑来抢食，跑来乱，哎，那个好大只的鸭子。你放手上给他喂，那个感觉蛮妙的。他说直接这样给他吃，那你给大只，我给小只。人府居然大胆偷走县长的东西，难道会跟任务有关吗？而其他机民们会察觉到两人诡异的举动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管丁，你也来跟我们一起，你也跟我们一起养鸭呢，管丁，这个是什么鱼啊？管丁，谢谢哦，管丁，谢谢哦。啊！吃完了他就知道。这只好凶。对呀，是不是也可以丢在水里面？来哟，跟我走，来哟，来。哎，你要收一粒呢，两粒就好啊呢。哎，我想这都等你才好心，结果两粒就好啊呢。为什么？两粒就过啊？啊？我没。够啦。你三粒就够啦，迄粒无挂啦，你三粒就够啦。小钟诶，你看顶下有写啊？你好像三粒就够啊，对不？听阿兰刚刚卖讲，阿兰等下我咧捡一挂，伊就无人捡啊。你讲加捡一挂，好啦。有那个捡伊。来啊，丫丫，
来啊，阿明啊，啊，等等等，我要去问小五啊，你袋子是什么？我袋子里面有一些捡到鸭蛋啊。屁啊，真的啊？怎么会捡到？有捡到鸭蛋啊？可以偷东西哦。王仁甫，刚刚县长给了我一个指示，什么？我看。哇塞！收集到三颗鸭蛋后，就去总部换美食，所以快去找。对，我就知道一定跟找鸭蛋有关。王仁甫这个小子，等一下，他们有在找东西哦。你看王仁甫在找东西，虫哥也在跑来跑去，他那个看起来就不是在找鸭味，他是应该在找，一定有什么东西。哎、欸，县长好。好。哦，县长你也来喂鸭哎？对呀、啊、对呀、啊。是哈、哦，这个宜兰的鸭是最有名哦。啊，结果我你啊，你看我一过来啊，所有鸭拢走了了。我你就加迄落加伊就来啊。安尼吼，鸭咧水面就走过来啊。这边是咱的生鱼鸭。的生鱼鸭。对，是对，有较变长，还是较水。这馆长诶。啊，这是我的。哦，这你的哦。我嘛唔知啊，这是敢是你的？也都啊，跟他兄弟，兄弟，兄弟啊，哦是哦，啊，他是爱找卵哟，可能是爱找卵的款哦。所以现在是要干嘛？要找蛋，这里有蛋哎。我等一下会不会被鸡啄啊？哎呦呀，哎呦呀，啊，我敲破一颗了。对不起。啊，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我找到了。收集三颗鸭蛋。哎，他们去哪里？哎，怎么回事？怎么有蛋？怎么这种事？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还很认真的在喂鸭。什么？原来这是个幌子。那我决定要冲了哦，我受不了了，我要冲了。你怎么可能？怎么会开始找东西？怎么可能？哎，怎么会？哦，原来是这样哦。像他会不会认不出自己的妈妈？爸，这个怎样？这个怎样？你过来接。哎呀，加个急啊，加个急啊！走走走！哎哎，为什么你们那么高？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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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靠！收集三颗鸭蛋。哎，他们刚拿那么多，我就只要三颗。我要去骗那些没有收集。然后跟他讲说，哎，找石头，有些石头上面有贴纸。把这个鸭蛋也放口袋。我回来了，然后要干嘛？要捡蛋。哎，真的是要拿蛋。可是我刚刚不小心弄破一颗，怎么办？我好内疚。哦，这不是哦，这不是，这不是。哎，不是哦，哎，没办法进闸门，不好意思。那我去。哪边？放回来。我放回来。哎，我有五颗哎。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换两份？只换一份，好，只换一份。那我多了两颗怎么办？我就给他那个啦，机会就给他。人家就没有机会了。对，来，是假的啦。那进来了。Mu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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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我？我给你两颗蛋，你看一下上面写什么。哎呀！你现在几颗？你现在几颗？我看，我看。我看你看，你们随意好多，要不要跟他要？不行了，不要偷我的。随意好多，要不要跟他要？哎，随意，随意，你有多吗？看一下，我有一颗，两颗，三颗，好了，请进。哇，在县长旁边有好处哎！我是在县长的篮子里面看到县长篮子里面有第一颗。啊，你阿伯要去换哦？哎哎，是啊，是等下。我但是。好像我的同学应该有，都我同队的，若无咱到因为三粒就够啊。哎，你几粒？四粒的啊。就是，好，加上啊。我看你的。哦，你也几粒？啊。我都去内底遐啊。啊，
里面。啊，不过我那在这里。所以你有多吗？今年就多了。就只有一套。那你，你这样子，对。不是，这不是，不是三哥就够了。谢星星，谢星星，谢谢。等一下，哎，莫呀你，哎，这不要来你聊了。你过来。谁哥有好哥哥？谁哥有好哥哥？快去找他哦！别，我先检查再去。另外，哎，另外，另外还放上来，放上来。哦，放上来就不能拿回去了。只要有三哥都可以进来。拜拜，拜拜。对啊，哎，孟哲，你有拿到什么吗？你有一颗了，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要拿什么。不是啊，就拿到这个石头上面有贴贴纸，蛋也有，但好像被拿完，剩石头。石头？哪那么厉害呀？你是说你放弃了？啊？我没有放弃啊，我只是现在毫无头绪啊。你有找到东西了？有啊有啊有啊！你好厉害哦！要跟你分享。好啊，可是没有要干嘛吧？这个任务是你自己的吧？对啊。收集三颗鸭蛋。给我看一下。可是这不，我不能用你的啊。因为这是你的任务啊。但我给你情报啊，就可以找啦。哇哦！哈哈哈哈哈！镜头的人都好听。总共有几颗啊？不知道，该不会已经被剪光了吧？重点是我根本不知道有要剪蛋这件事情。我们两个根本就不知道在干嘛。对啊，我们就只是在喂鸭。没有。那如果是很大的石头嘞？他说石头上有什么东西啊？他说石头上有什么东西？贴纸啊。蛋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哎、哎呀！找到一颗了！哎，你好厉害哦！蛋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一个贴纸，一个贴纸，一颗都没有。怎么办？没有人要跟我分享，他们好过分哦！刚刚不是还大家一起在喂鸭吗？按你手上的。哼！哎，哼！哎，怎么办？哪里呀？这个怎么没有？不是，怎么没有被发现？哎，我现在有这个一颗。哎，还有这个也把它捡走。来检查一下。哦，一个在了吧？我们来叫这。那是瓜牛。黑豆梨。一。二三，哇！你为什么有这么多蛋？一个，一个这么快，一个吸进去。哦，哎，鸭蛋好长哦，这个鸭蛋。是去阿寮来蛋，他们真的是排队生产。隐藏任务结束。既然都这样了，那我就好好的当那个幸福鸭的幸福大使。阿贝。阿贝在等了，阿贝，结束了，结束了，你们太强了吧？任务就跟鸭蛋有关系。哎，你们真的很过分哎！哎，不是你们过关就过关，然后你们把全部都拿完了，别人没得拿，我没有拿完啊。那个有三收集三颗鸭蛋，我有前三名而已。各位，那真的是鸭蛋。各位。这不是人在吃的，我来吃三个哦，含你的意思是讲冰淇淋不是人吃的，你讲你个讲。我来吃含你讲我安尼，大家拢赢无？赢最少三个，啥物？再来你吃一块看卖。好，啊你搁讲，你搁讲，宜兰鸭好吃还是鹿港鸭好吃？当然啦，宜兰的好吃。等一下，他这个筷子上面是。这个是有用的哦，线索。那我们一起看一下，线索，一人一个的，哇，所以是不是三个人不一样的线索？来，我们来看，不要给，不可以给别人看，不可以别人看。哦，对啊，你拿金牌的，哎，我们两个的交换要不要？我把我的线索非常有用，真的，我个也很有用，我的超有用，我的最有用，我的就可以直接认定就是他的，我的可以直接，要不要换？我可以，我的可以直接唱名他，还要现实，随意哥还要现实，
他自己搞不好就是其中一个啊。对啊，哎，我也认定是。因为如果蔡唐自己拿了那么多线索，他一定是想办法在那边装不是啊。他也有可能是拿到这个线索，所以他想说，嗯，我有这样吗？他给这个线索，哎，我有这样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讨论完了。好吧，好，可以，好吧，好吧，好，那那个县长要送大家鸭蛋，然后跟大家说再见。哦耶，谢谢县长哦。好，县长，大家来家两故事，故事馆。好，县长，跟你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吼，嘿，就是讲，是啊，咱讲拄只咧开讲，白白咧开讲，啊，你甲这两个讲，对啊，孙先生，啊，我甲你讲几波，我拢无着什么线索。安尼，哎呀，我认不出去啊。安尼，唔安尼啦，你若真正只按按的吼，哦，你两粒啦，别人只了你两粒啦，安尼会使袂？哦，安尼对你就较好啊，哦，安尼有对你较好。好啦好啦，感谢感谢，谢谢县长，谢谢，欢迎大家哈。好，谢谢县长。我们也前进到下一个抓虫的场地。我跟你讲，现在这样，我们现在先分析一下，就是呢，我们刚前面讲到是主持人嘛，就是主持人三个人当中来去删掉，对，对不对？主持人当中有养狗的，就是我跟写词，嗯，对。然后呢，主持人当中是女的，眼中的好人，我跟孟哲，所以这个一定是男生嘛，所以我现在几率很高，因为我有两个，对，再来这个。他台语十分流利，我台语超难，不可能是你，对，對啊、所以谁的？那许梦哲台语流利吧？也不流利。哦，他真写字娘啊。而且写字，可是那就，啊，那就两只啊。女儿已经装的好办法，可是女儿有女儿的，我们这写字又没有，没有，就是梦哲、啊、我所以哥，对，和聪聪，我们四个都有女儿，所以就这四个会再必再出一个。对，一个是鞋子，然后另外一个就还会再对。哎，因为我们今天只讲几分钟，到底这三张是不是？他应该，我觉得他应该在讲港姐。不是在同一个啊，因为他三个人都讲出来了，都是有线索啊。所以三个男的主持人里面出一个，然后在这四个爸爸里面也出一个。嗯，就是两个不同的讯息。所以会有两男。对啊，两男。对。哇塞！观众你好。哇，这里超美的，来关注好，哇，这个地方厉害了，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之光的地方。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金车格马兰威士忌酒厂，它是位在宜兰的圆山乡，其实最主要重点，它也是台湾第一座威士忌酒厂。呀，厉害啦，阳明国际啊，真的真的。是啊，其实我们酒厂呢，它是全年无休啦。那早上9点呢，其实就可以有开放，游客可以进入参观。那不止之外呢，我们早上9点半啊，每半个小时还有整点的时间都有免费试喝的威士忌。哦，整点免费试喝，你这好适合整点还有半点。好适合孙贤志哦！对啊，我个人超爱威士忌，就喝威士忌。真的吗？真的吗？对啊，现在5点半快到了。不能，但我们在录影，在上班的。对啊，上班。所以这个地方一般的游客来，就是他除了有机会可以买到格马兰的酒，然后整点可以品尝之外，他还可以参与到所有制酒的过程。我们除了威士忌之外，我们这边呢还有制作波尔水。波尔水是水质，水质，因为来到宜兰，大家都知道必经的雪山隧道嘛。对，我们后面这一座呢，就是我们的雪山分脉。真的，真的，所以宜兰是不需要水库的。对，我们的水是非常干净，直接山上的山泉水直接下来了以后，直接汇集在我们南洋平原。是，对，所以这边的水都非常，水质都非常的好。这么大的一个观光的这个地方，大家呢就有空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在我们宜兰的圆山乡。好，你谢谢关主，谢谢关主，谢谢，谢谢，谢谢。是今天最后一关，是我们要进行的是菜虫农民猎杀歼灭赛。哦，又来了。猎杀。率先将敌对全员淘汰的那一方获胜。在户外的区域藏有菜虫线索卡，还有杀虫卡。农民找到之后，喊出菜虫的姓名，就可以把它远端的淘汰掉。菜虫看到杀虫卡，可以把它销毁。每隔一段时间会开启一次身份侦测区，每次只可以进去3个人侦测身份。然后我们会用对讲机广播，侦测的人有谁谁谁，然后3人当中菜虫多还是农民多，进入侦测区的菜虫才有猎杀农民的资格。然后杀农民的方式是用娃娃丢他淘汰他，双方互杀的时间我们这边会公布，什么时候开始猎杀，什么时候停止猎杀，要以总部的为主。杰志与梦哲的身份渐渐被锁定，农民们能掌握线索抓出他们吗？而女菜虫现在隐匿在哪里呢？广告过后除虫开始。大家
手上都拿 GoPro 准备要出发了，都在户外。对，都藏在户外。听到 BB 声就出发喽。先卡位置。Go。要先去找线索。只有一个出口吧。没有线索再进来啊，没有杀虫卡再进来啊，要先找杀虫卡。赶快，赶快。有可能，你们都有可能是菜虫。我自己内心有想法，我觉得那个茄子哥跟整天应该是菜虫，因为他们在讲菜虫被杀的时候，还是会在那我们就是不过菜虫差点说出来，眼神怪怪的。我知道有谁，我知道有谁，我可以杀。是我要打开吗？我要打开是不是？打开看看。这个是线索吧？菜头跟线索。容易把别人玩坏。那我前面容易把别人玩坏，这什么线索啦？哎，我靠，杀虫卡！不行，我先，因为有人过来。他有拿到？我拿到。这边你做货了吗？哎，这里有人，你可能要过去一点。可是我那边看到随意哥，刚刚也有看到。可是我那边有收过哎。啊？那区我有收过，我没有看到哎。我现在刚出来，眼睛有点花花的哎，看不到东西，你知道吗？哦，眼睛好花。这啦，哎呦。黑糖珍珠奶茶 ，What is this？ 山田，你要找红萝卜是什么样子？我看一下。啊，可以给你看啊。我只要看一下红萝卜长什么样子。不行，他一定要跟我抢，我要先来。你是好人还坏人？我跟你讲，我是好人啊。我是农民啊。我也是、啊。所以才会想这么多方法。你刚才哪边找到的？里面吗？对啊，我在草丛里面啊。那是草丛。他不说是要放在那个？你是农民啊，我是不是要跟你分享一下线索？当然，你当作，不然我怎么会去想这么多方法？那你要看线索吗？好啊，来啊！黑糖珍珠奶茶？什么鬼？我根本不知道、啊。谁有拍过黑糖珍珠奶茶广告？谁啊？黑糖珍珠奶茶？确定是广告哎。女生？我跟你分享啊，你等一下找。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个两男一女。两男？你觉得是两男一女？我们刚刚得到的所有线索讨论出来，应该是两男一女。三个主持人当中出一个，然后另外四个男生当中又再出一个。那你觉得男生主持人是谁？我觉得是孙协志。我也觉得是哎。感觉这一圈，天哪，天色那么暗，鬼才看得到。好，找到了。哎，小心。很会跳舞。菜虫很会跳舞。刚刚讲说一个是你第一次来很会跳舞。他说我吧。蒙特尔出生，而且很可口。蒙特尔出生。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蒙特尔的感觉是孟泽哥。这个天气这么黑，这谁看得到？你找到没啊？为什么没看到？原住民有缘分。行，我怎么知道？但我现在这张卡要怎么办？你留着，没进。玉兔，你是好人坏人？我是好人。你骗人。你是好人坏人？我是好人。我是农夫。我跟你讲，我跟你，
真田，我们三个先站位置，我们只要先站住了那个进去验收的验的位置，就帮我们的人找到多一点的机会。因为蔡崇没有拿到娃娃，他死都不能杀人。所以我如果现在确定我们三个是好人，我们就三个进去。那你觉得真田是好人？真田应该是。啊，是吗？真田应该是。但是我讲到他蔡崇的时候，他都会有点紧张。为什么我找女生？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了是两男一女。哦。两男一女的蔡崇，所以只要一女啊，她容易浮，她如果浮现出来的话，那两男就完蛋了。Yes。好漂亮，快点，快！我们差不多准备回去哦，不然蔡崇会抢位置了。我们赶快回去。蔡崇，好，留在身上，我们自己进去，我们有一张烧烤卡，我们可以进去了。那他藏起来吗？不用。对，走，先进去，占位置，占位置，我们先占位置，先占位置。真田，来，我们三人一小组，来，我跟你，怎么样？崇哥，哎，我们三个人要进去占位置，我们要不让坏人，反正现在我跟你讲，你就看这三个人，待会你就知道这三个人当中，如果有人被杀。就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蔡崇，那没有杀手卡完全没用啊。没关系，对啊，没关系。我们要让人家找，要让外面四个找，争取时间给外面的人。好，那谁先进去？我们三个。你们三个先快，我要进去。我们三个就守住了。快点！你刚是也找到一个？我刚找到一个。我也找到一个。啊，你的是什么？我的是模特儿出身，而且很可靠。那你的线索呢？我的线索，我的线索是。很会唱歌，但因为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发过唱片啊。我不是啊，你哎，你为什么？你不要，你在干嘛？吓死！不是，你才吓死人呢。对，吓人的时候别人吓死。我在找沙头。还好没有。啊！吓死了，好。你是模特儿出身啊？对啊，有谁是模特儿出身？我们今天没有人模特儿出身吧？哎，等一下，平面模特儿也算了哈。你跟之前是模特儿，还是？但我们没有啊，不是，他不是。哇，超级隐秘的，哦，会看我把旧号。来接游戏不到三次的线索，我的伙伴来接游戏不到三次。侦测区开启了，停止猎杀。进来侦测的是王仁甫。玉兔真田，侦测结果是农民多。前面两，一共前面两，一共前面两啊！砰！杀出来！还记得我的老雷吗？玉兔真田，农民多。好，那我大概心里有个底了。王仁甫、玉兔、真田，农民多，对。仁甫哥应该是跟我一组，仁甫哥应该跟我一样，所以不用怕，因为娃娃在我们手上，所以没有蔡崇会丢我们。如果下一个三个进去里面就是说蔡崇，他们还是会娃娃，所以我们待会要再回来啊，还要再回来，还要再回来啊，哎，走一起吧，因为我们才知道谁，侦测结束，我们才知道有没有人被开始猎杀。开始猎杀，我们三个尽量就不要两个人连在一起，因为两个连在一起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杀了另外两个，一个会杀两个，所以我们现在都分开来找，就在这一区，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们，我们现在赶快努力找。啊，我都好紧张，他们会其中有一个是会杀人的。哎，我们要不要一起过去那边看一下？哪里？可以啊，这边这区都没有啊。我们给我们的伙伴。给我们的伙伴争取多一点找线索的空间。哎，饼干，我问你，你一开始应该讲说你是怎么出道？害我有点害怕。不用害怕啦，就聊聊天嘛。我是参加比赛出道的。什么比赛？我从一零出道的。你从一零出道的。结果是哦，农民多。那你知道玉兔是什么书啊？他是黑社会。是棒棒糖啊！人家明明就黑社会，他那有棒棒糖。对，黑社会棒棒糖在一起。好、啊，你继续找。怎么了？你哎、欸，你都不跟我之前共享，真的是。那不然我拿到杀虫卡，我来找你好了。你来先、啊。好。我觉得谁？王仁甫一定是、啊。是什么？一定是虫，一定是菜虫，大兵脸。因为我有六个那个主持人之一嘛，女儿。
兵中岛爸爸，我要杀我认为王仁甫是蔡总。王仁甫淘汰，王仁甫淘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没有打，我在这里啊。排队队有人断就卡了。那就知道了，那就知道了，露出一个了，露出一个了。真田，真田，真田是蔡崇，赶快杀真田！对不起喽。好的。哦，那就是真田喽。刚刚是不是讲真田？那真田是我的伙伴。侦测区开启了，侦测区开启了。虽然是四，虽然是四，虽然是跟真田都是，那就抢着回来的，很明确，很明确，很明确。我要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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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还差一位哦。哎，你要去跟着哦。不要进去，不要。看你啊。好，我来。三人了，三人成型。三人成型。三人成型。真邪智、真田、唐同胜，侦测结果是。蔡崇多，蔡崇多，蔡崇多。千里鞋子哥是真田一个吗？如果只有真田一个人的话，他应该会养农民多。可是他说蔡崇多，所以只要是真田之外，孙鞋子跟唐崇顺，但我猜孙鞋子不是，还是两个人，有个两个主持人都是。喂，请问列一下时间，我是不是爱？请先垂直一点啊，等电视。啊，有电话去了。哇，真的吗？真是的。杀虫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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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就可以杀。还没，还没，你要等 Q。真田如果进来的话，我然后这样子身份就等于就是，等于就是有问题的啊！快先找杀人卡再说了。找杀人卡有几张？我就一直找不到啊！我刚刚听他们讲说，他说是蔡崇多哎，做不是？我刚刚看到那个谁跟我讲一个，那个叫什么？做什么事情都做什么事情都做什么事情都很快，真的，你放心，相信我。真的，你放心，相信我。好，再见，再见。我要猎杀，我认为另外一个菜场是孙鞋子，你们台最六就是他而已啊，就是鞋子而已。早已经淘汰，已经淘汰。孙鞋子淘汰，孙鞋子淘汰。为什么孙鞋子淘汰了？怎么那么快？鞋子哥为什么淘汰？是被真田杀的吗？我太害怕了。谁？你有没有找到那个卡？还在找啊？还没啊？还在找啊？我这边有一张。小米，我给你看。没有。他这边写的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很快。停止猎杀了！停止猎杀！停止猎杀！动！还没讲完，还没讲完。动！对，他想说停止猎杀，应该是要指令下达完才对。我拿着杀虫卡，你就知道。你竟然敢给他抬？已年过四十。再进来喽！再来卡一次，再来卡一次，再来卡一次，谁要过来？我来。这个线索好难找哦，超黑，找半天。进入侦测区的有：真田、冰霸、许梦哲。侦测结果是蔡崇多。杀虫卡你为什么要干掉？我让他收掉，我不能用，我那你给谁了？我撕毁他，我就不要让他落到他们手上啊！
不是你说的是杀虫卡是农民杀的，杀人的方式，你杀掉我们就少了一张杀虫卡。哎，我不是农民啊，哎，我不是农民啊。你不是虫，我不是虫，我觉得是你跟你跟我。没有啊，虫哥，如果我们三个都死，不对啊，那比赛就结束了。虫哥是农民，所以菜虫不止三个。虫哥是农民，怎么农民怎么杀你？对啊，农民不可能用丢的杀你啊。对啊，那虫哥就误会我啊。这样就四只虫哦，错身份对不对？这样变四只，我四只，这样变四只虫哎，那可能不止三只虫。我必须杀掉他，必须杀掉柯学义。一定是聪哥的，因为聪哥要给他抬。杀虫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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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围在那里了。杀虫卡，杀虫卡。农民多。二结果是菜虫多，菜虫多。怎么这样的？那我刚才杀不就都给他哎。真田、孟泽哥跟 Musa 三个菜虫多哎，菜虫多，所以代表是2-1，加我，所以一定是二啊，一定是二，所以真田到底跟谁啊？害怕了，你们两个我真的猜不出谁是菜虫哎，我真的猜不出来。对啊，等先，我们先，大家先冷静。对，我先冷静，先冷静。侦测区侦测结束，开始猎杀。这就侦测区侦测啊，我都搞糊涂了。开始猎杀，开始。先杀苍东胜，不能没有办法杀苍东胜。你居然找到了，恭喜你，你好大的命。刚还有什么线索？他刚讲了一个淘汰，唐同胜淘汰，唐同胜淘汰。他是被找到卡片淘汰。他是被淘汰。你刚还有听到什么线索？他刚讲说是模特儿出身。模特出身，你是模特吗？不是。然后还有。然后你是唱歌，但问题是5-5-6都出来了。这谁是模特？饼干。饼干。饼干有可能哦，我们数到三，三个指一个人。没有，我们先去找饼干。但找到你们会杀他吗？谁会杀？那你会杀吗？你先去打我了吗？那你会杀吗？你先去打我了吗？算打了吗？你他妈打了吗？打了，所以你是菜虫。这样子宣布，你是菜虫。不是，等一下这样子，我在跟他讲话哎。明打淘汰。明打淘汰。明打淘汰。你是谁？走！你是吗？还是鞋子？你不是？是，你是虫。对啊，你很明显啊。你第一关我们就已经知道你是虫了。以我了解的你，你是180度转一个样子啊。而且我就成了，就是在为菜虫发声。好爸爸就虫哥啊。还是有七个虫。气死我了！那我们就要说你才气死我了。你是虫。所以是虫，农民，你是农民，两个虫，对，那农民你怎么拿？那所以7-3，所以是7只虫对3个农民，你是什么？你中了，我是菜虫，所以是7个菜虫，3个农民，啊？谁是菜虫？菜虫，我们两个是农民，其实也是菜虫，对不对？还是你也是虫？我是农民啊。那我们俩是农民啊，对啊。他只说7-3，你有说7个农民，陈子玉啊。当下就杀了，算前面是这样讲的吗？一开放就杀了，所以说我们自己笨。他摸摸是在吹的，哦，辛苦，真的是，可是，哎，拜托，杀虫卡，我这是应该。哦，现在是猎杀时间吗？还没有，我先再找。侦测区开启了，停止猎杀。
开放三人进入。你要去吗？我要去跟真田碰面。侦测区还差一个人。好。侦测结果是蔡崇多，蔡崇多，蔡崇多。对啊。森田柠檬泽的林饼干，就刚才一样的意思，所以 Musa 不知道是哪个他靠问题派去也去抬到 Musa， 他靠问题派去也去抬到 Musa，Musa 有可能是蔡东把他杀死的、啊。好、哦，对啊，梦泽，那就是梦泽跟森田了。我是被三个蔡崇所影响，因为我确定他死了，还有我，那一个是男主持人嘛。所以三个到齐了，然后就觉得其他人都我要把这个其他人都是农民，就是杀他们。你身份已经曝光，因为我已经看到。可是他怎么会让我们大家所有人都认定会有七个农民，三个菜场？对啊，他故意的嘛，就是都很齐。他想要让，可是 open 他怎么讲？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会就是直接觉得从是三个？他建立在菜场的一起杀自己，也是啊，从哥就杀了。好，我跟你讲，现在分析好，刚刚有讲过嘛，十个人，然后比例是3:7，但我们一直进来都是重多，会不会其实根本就是重多，都是重多，重是重有七只虫，只有三个，怎么可能？真的假的？所以我跟你讲，好，我们不用再，会不会真的是七虫？不用想那么多，我们就是三个，我们确诊都是虫，我们就把陈水一干掉，不管他是不是虫，如果他是虫，我们游戏已经结束，我们不会在这里讨论。最好一定是农民，对，我们就是把他干掉。我去他干掉。我已经有了。太刺激了，这一切有点超乎我想象，怎么会这样？该不会真的是虫比较多吧？哦，你写的哦，视力退化。哎，哦，快点！信说做什么事都很快，就是，所以表示他在跑也很快。卡等秋等，我独家讲了，我头拄仔想要，就是目前第一顺位想要抬的是梦泽，因为我惊伊来搞猎杀，伊来卡等秋等，我走远个。我想陈淑仪他会躲在那种很奇怪的地方吗？可能边边，那我寻外围，我寻外围。侦测区侦测结束，开始猎杀，开始猎杀。我请你陪，你得做什么事情都很快。孟泽，许孟泽淘汰，许孟泽淘汰，许孟泽淘汰。可以的。去淘汰区，所以他一定在找，他在找牌子，赶快找，赶快找！你有找到水哥吗？是谁？怎么有人跑来？哎、欸，你怎么往这边来？所以，那我往前面走。这里有点。哇！这个是啥虫？太香了！到底是谁？哎，那边有灯。是他从他手上被我挖着了。你有没有找到啦？因为我现在。应该，我会确定90%几是真田的。那个在找的那个一定不是菜虫，因为会在那边找的。菜虫现在就是看到人就要杀。真田，那边有灯，我们包围他，一定是随意哥拿那个找到卡片把他给杀了。你看吗？
那边有在找到卡片，把他给杀了。你看吗？那边有在。好。哎，你的娃娃，哎，在这里啊！哎，你讲话了。啊，完蛋！他们现在已经我先一对一了。你是虫还是虫啊？虫啊，对啊，所以都是电子之子。我现在是一对一。请我看，我看有没？哎，饼干掉淘汰，那就只剩下我跟真田了啊，对不对？那我那个杀真田。不知道我刚刚不是跟你一起在里面吗？赶快打人！赶快打人！赶快打人！他今天不小心把你杀了。哇塞！我真的傻眼哎！全队已被全数歼灭。哎，真田这是猪队友。蔡同队已被全数歼灭。那真的是真田。我觉得这个游戏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虫只有三只。对呀，所以是三只虫吗？所以我自己知道我是虫，然后我也知道真田是虫，然后我也理出来另外一只虫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很大方的把牛茶杀掉。杀掉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虫，我傻眼，怎么有第四只？因为我们所有人的推论都是三只虫，七个。不是谬传就不对啊，因为有。不用谬传，因为他们现在重点就是七只虫就对了，對七只虫是没错的。那现在你们是怎么说？为什么让我们在一 open 开场的时候走错方向？今天我们会秘密的将你们分成农民跟菜虫两种身份。哦。但是你们当中有三位的身份跟别人不同，有三位的身份跟别人不同。可是你是不是有？没有，那就是按照王力，我们都会以为菜虫是三虫。对。好，这个就要回去吊袋子，然后看播出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王八蛋讲的。因为一旦有这个，对啊，不是，因为一旦有这个认知，没有，你是哪一个王八蛋说出来说虫是三只？可是这正常人来说啦，正常我们都会觉得是三只虫，对，正常会这样。对，可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杀来杀去，其实有几位是虫杀虫。对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认对，我们来讲讲，第一个被杀掉的是我嘛？我被谁杀的？是我杀的。我们就只剩三个农民，你还杀我？不是，因为我以为是三只虫而已。我就跟你讲孙贤志，你怎么会杀我？是杀我。他的提示，女儿眼中的好爸爸，对不对？嗯，你是啊，对啊。他有羊头，你非常爱狗啊，对啊，对不对？对吧？点屁啊！然后这你的提示点屁啊！三个主持人其中之一，就是三个提示点屁啊！要杀你要杀谁？讲完很合理耶。对啊，可是我想了这么多方法来防堵菜虫，我想了两种方法，我还先带人进来把这边先挡住，好人先农民先挡住，不要让农民到底是死掉谁？我跟你还有他，哎，你们最后剩一个农民，对，你们三个人又没有人杀得了他，我杀他，因为我就以为是他杀。因为他把娃娃藏在这里面，然后我怎么叫他都不理我。因为我在寻找他的位置，我看到有灯，我要看那个灯在哪，我要去找他。所以我听梦就只要这么找，我看他的方向，我就回头去找你说，哎，你那边有灯，我们去包抄他。那个农民哦，能够在这么严苛的情况底下，而且在规则大家都搞不清楚的情况底下，最后还可以获胜，你真的很厉害。没有，我跟你讲，找到好多发配虫卡。你是怎么知道吗？你就是真农民，真的。我把你给我煮，而且晒啊晒了，反正就是。而且今天根本就你特别企划，就你的。刚掉一下袋子啊，第一个说虫是三只的，好像是鞋子。你们当中有三位的身份跟别人不同。意思就是有三个菜虫混在里面。意思就是有三个菜虫混在里面。哦，是因为他自己是虫。正常来讲，虫就是三只啊。就是你嘛。正常来讲，你还在楼上的时候讲说，他们一定搞错的啦，怎么有可能呢？不可能嘛。我想说，怎么会有第四只虫？没，各位跳一下。其实你好聪明，你一开始就设了这个梗，你好厉害哦！哇，你是真正的智者哎！谢谢，你好优秀哦！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个结局，你才是最会玩的人呢！现在一整天玩完，为了铺你这个梗，我们其他菜虫都没东西吃，你要不要摆一桌？再怎么样，恭喜啦！恭喜农民获胜。好，农民队奖金挑战赛，恭喜三位坚强的农民。
还有真正的农民头，真的好厉害哦。好，这个有两颗骰子，各有两颗，然后有两副骰盅，请问要怎么样才可以拿走奖金？好，要进行骰爆骰子乐奖金挑战赛，我们会在20到60当中写一个数字，冠军跟我们轮流摇骰，每次可以决定用一颗摇还是用两颗摇，然后冠军有一次 pass 的机会，只要让我们摇到那个数字或超过那个数字，你们就可以获得奖金10000元。那如果冠军摇到或是摇爆了，就是失败。我走路这样。我们现在听他规则要听得很清楚哦。不知道他又埋了什么伏笔在里面，待会又给我们来了一个什么？不是，我发现，因为从早上我七点我一路刚来到这，到现在虽然赢了，但是我感觉农民一个不准笑哎，对。今年都感觉跟你想的无，所以今年的等你有了爆炸未？没，应该是没。那我有爆炸。那我先喝哈，谁先开始？女士代表，对。剪刀石头布。没差，所以20才开始，20以上才开始，我们先好 ，OK， 好，先，来，你来，你今天你手气太旺了，你最旺，加油哦，10000块奖金哦，啊有，11，要爆了，因为他可能写12，因为他写20以上。我觉得这个问题这样看完以后，其实最近的规则好像都不是很了解，听不清楚，前面三个人也是他的。19了，我觉得一颗哦，我们可以再一次，好，可以的，对，高豪雄天了啊！哎，奖金是多少？10000。对啊。今天被幸运女神眷顾的陈随意，能否延续一日的好运，让主谋骰超过指定点数，为农民队取得10000元奖金呢？一颗哦，我们可以再一次，好，听你的，对，高豪雄天了啊！哎，奖金是多少？10000。对啊，对啊，十一今天很强运，17、26，我要换，欢迎，是不是？哦，那么少，很快就爆了，真的赶得吃饭呢，真的赶得吃饭，对呀，没想说没有那么快啊！天哪，你那个有奖征答都还没问，刚好没有奖。好，刚好今天也没有奖。那吃饭。我看到我很头哎。对啊，真的肚子真的改下班了，很明显改下班。因为你其实两把就数字就很大了。对啊。对啊，我想说，对啊，想说。啊，王金娜，你没有奖金，但是你们赢得一餐大餐。好，恭喜三位啊！前进大餐。哦。最近都来这最后的大餐，真的让人家觉得超痛苦的。所以我们农民辛苦了一天，值得。对。哎，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真的我们三个人吃好对不起你们。对。不会啊，不会啊，像这样子。哎，没有，赢的人本来就应该吃啊。吃便当就好。真的。因为我又不想加，赶紧加。来，加油！这个小姐，哦，这个对，看看这个。吃完我们才走哎。你看它这个皮有多新鲜，这种就是没有动过的，因为你有动过的在煮，它就会脱皮。没有动过的新鲜的哦，才可以煮成这么漂亮。米包一点，再去到今麦康利耶。哎，你们这是没脱皮，但我们饿到快脱水了。虚脱。好脆哦！哎呦，烦。那这家料理很棒的是什么？它给我们两种板条，这种是美浓的那种粗板条，它吸满了脆卷的酱汁，然后那边呢有。这种客家的炒板条是用现在最流行的万里蟹哦，现在最流行三点蟹，这个好像没有板条，就是洋葱，洋葱啊，这个炒，它是把板条炒成洋葱的感觉，它切成洋葱，我以为是细洋葱，对，其实不然，你说你刚吃的这个才是洋葱，对，这个也要给他们的，这个是这个店的招牌。酱菜，哎，那泡菜看起来很好吃，我超爱吃泡菜。哎，那个筷子啊，就三个。防疫期间，好不好？我小时候就真的吃这个，这个是真的。有了。我小时候就真的。小时候。吃分配在播啊，兄弟。然后你小时候。感觉好棒哦。哎，我看它不是那种有一定要腌菜，你会觉得很咸，对不对？它不会哦，它是可以当做下酒，就这样子看电视吃，脆脆甜甜，然后带一点点的咸味。等一下，这个泡菜要买一罐回去。想买。哎，那个，这个你真的泡吃下去，就想到你阿嬷，你会想到勾大米那种，就是哦，
自己腌的。不瞒你说，我饿到现在，我也已经看到我阿妈了，你知道吗？哎，不好意思，我们看，你们慢用，你们慢用，我们只能在这边，我们就在这边看到你们吃完。但观众应该没办法看到你们吃完。谢谢。还是说来宾也辛苦了，恭喜三位。好看的今天游戏，下周见。